他那个没法就登录，直接带着电脑看就好了。对，他这个。这个真的是准心还是很好的。录到了吗？我都在录，都在录。
其实密室手太长，防不到了。这样的身高，你放在国内球员，妈的手哪这么长？他就不会投篮，他会投篮就打，基本打不过了。